我们来看一下心愿单，想要乘坐地铁，咻咻咻。我花，不要这样，不正经一点的。后面那三个字要念得有声有色，咻咻咻，咻咻咻，咻咻咻。我们往下走啊。春风宜人，这是宜人吧？可能是台子吧，这个。那是恰的。春风恰恰恰的，是恰恰的瓜子的那个恰。春风恰人，天朗气清。哥，我说了宜人。春风宜人。陪我一起坐在草坪上野餐，享受温馨的午后吧。这个是嘤嘤嘤嘤嘤嘤嘤。你来说一句那个，拿你的大拳拳捶我的小胸口，嘤嘤嘤。别这样，你跟景瑜说，拿你的大拳拳捶我的小胸口，就变成我想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唱歌唱。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追哟。呼呼呼，我唱出来了。再来个和声好不好？呜干嘛？我们三个有病啊！再吊上。那就这样，按顺序来吧。预备。行个准备啊！来几个来啊！他简单一点，呼呼，你就呼呼呼呼呼呼，来，很简单。呼啊，就是呼而已啊！预备起，呼。整段垮掉。桃李桃李满天下，不是梦，希望能找到一个接班人，传授毕生所学。他毕生所学真的是学不了。你不是特使吗？可是段那个段子我真的学不来的。你会吗？我不会。哦，景瑜哥可以。我到底是在你们心里什么样的人？哥卸妆了吗？没有呢。他卸不卸妆我是知道的。像我们这种卸了妆都是这么没办法，是不是？没有。你不卸妆了吗？没有。我卸了妆什么意思不知道吗？你们为什么都化了妆啊？今天就我一个都没有化妆。大哥，你比我们小十岁。十岁啊！我十年前我跟你说皮肤透到一个，你脸上根本没有一点印子好吗？哥，你明天就走了吗？明天我就走了。结果发现了，最终舍不得我的不是孩子们，而是你们。我们根本没有舍不得你，所以我走了呀。我们舍不得你在今晚。这样好吧，我让费叔叔过来陪你们。费叔叔晚上还可以给你们讲故事，让你们体验一下儿时的那种就是睡前故事。我们都带耳塞睡的。啊，要是加尔哥在，那我们就完全听不到费叔叔在讲什么。啊，他鼾声很大。哇。看不出来，起飞加降落，真的，赶紧待会儿洗完澡就过来。啊！我要给飞叔讲故事，等他哄他睡着之后再过来。对啊，老人家要哄一哄的。那现在屋里安静了一秒钟，大家全部寂静，干了。来，我们三个人来一张床照吧。你过来，没事。锦瑜。哎。风嗓子，白露靠怎么？这样，怎么了？你也这样？锦瑜来靠起来，风骚，小脚翘起来，小脚翘起来，对。